好，有来，那我们介绍了两种双型，阿伯人跟 data room， 然后接下去我们要介绍 control function。好，你看我们刚刚的这一个程式有一个特点，什么特点？就是 sequential， 按照顺序，按照这个记忆。就是记忆地址，好，地址的那个大小，按照顺序这样子。F 六做完了，做 F 七 ，F 七做完了 ，F 八做完了 ，F 九，好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这样我们叫 sequential。好 ，sequential 是依序的，依序的。好，按照顺序这样子，但是有时候你不希望这个程式这样按照顺序执行嘛，有时候你希望跳啊，或者你希望这一比如某几个指令执行100次啊，那个回圈，哦，这个做100次啊，那怎么办？你然后像这种习惯性的方式，你就做不到这种，哦，尤其以后你写 C 加加的程式啊，你可能让某一段程式执行10000次哦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怎么样去让这一个程式在这几个指令像绕了10000次，执行10000次？所以你就是要用这种，等一下要介绍 control 逻辑，这种就算是没有算。那 control 也算是你要去控制它，所以你要让它执行一万次。那你会设一个我们叫做 count 计数器，对不对？那每执行一次就加一，每执行一次加一，然后加到10000次的时候，你再跳出那个回圈，对不对？那你怎么样让他知道说，哎，你已经执行10000次？所以基本上就是你要把你现在的这个 count 这个计数器跟10000相乘，跟把它跟减掉10000，对不对？那只要减出来的结果是小一点，那代表我还没有执行到10000次，对不对？然后等到减到等于零，他说哦，我已经执行10000次，知道吗？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设三个肯定性 code？ 小一点，等于零，大一点，就是这样。就是你要控制它做10000次，对不对？那你就弄一个计数器，每执行一次加一，每执行一次加一。但是你每执行一次完了以后，你要去跟10000次相减。好，那减出来结果，假如小一点，等我还没有执行到10000次，对不对？那小一点，哎，就这个，就是测试这个 bit n， 看这个 n 的 bit， 好，小等于一。就代表说你减出来只是小一点，对不对？所以假如这是一啊，我就在执行一次。那假如这个你自己这个变成一，那代表哦，我现在已经执行10000次，因为两个相减等于零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就跳。所以我们只要有这一个哦跳跃的指令。然后这个跳跃的指令呢，是可以根据我们这三个 bit 是一还是零来做跳跃，那基本上我们就可以控制程式执行的流程。啊，所以整个程式控制的流程就是由这三个 bit 来控制。啊，那这个很多同学，很多这个你们现在没有这个问题啊，因为你们现在不写核心内部。以前写某些 language 的人时常碰到这个问题，这三个 bit 怎么样用？哇，啊，基本上用就是你要到做一下转换，因为你要到它到10000次，那你就要再设一个 count， 把两个 bit 相乘，那它就会让这三个 bit 产生变化。那你就根据这三个 bit 的你需要的东西去做选择，啊，或者是说，比如说你现在要让它绕很多很多次。直到某一种情况发生为止，你才跳出来。那你就要让这个某一种情况发生的时候，这个反应在哪里？反应在这三个 bit 上。
然后你没有办法让它反映在这三个 B 的上面，你就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程序的之前的影像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是比较，以前有些这个同学在这个地方是比较注意的，那他不知道说怎么样把这样子的事件，然后转换成这三个 bit 的射电波。啊，只要你有办法把你要侦测的这个事件转换成这三个 bit 的射电波，那基本上你就可以去控制这些东西。啊，所以我们所有的电波，啊，几乎不是百分之百，但是几乎都是跟这三个 bit。好，那这种控制这种程式执行的流程的指令，我们叫做 control instruction。那 control instruction 只能基本会分个三类。好，那最后一类我不讲，就等到下一章或下一章，我们自然就会提到最后一类。那我们今天主要是这个介绍前面这两类。第一类叫做 conditional branch， 第二类叫做 unconditional branch。conditional 是肯定是条件式的 branch 是数字，对不对？动它是只能这边打动词，好吧？它平时刚动不是这样。branch 原来是数字，那数字是不是会分叉？会分叉，那所以这边就是分叉，让你条件式的分叉，啊。然后这边是非条件式的分叉，啊，分支，就把它分出去，从这个小路分出去，而不是一直走，就是从头到尾走一条路，只会从小路分叉出去，啊，好，所以这个基本上就让你可以程式执行到某一个地方，就跳到别的地方去，啊，那 conditional branch 呢，就是你要不要做跳跃？你要不要做跳跃是根据那个可定线扣，根据我们叫那个 N 或者是以后 P 来决定你要不要跳跃。然后 unconditional code branch 就是非条件式，也就是说不管怎么你一定要跳，哦，不管这个 N P 是你的值是什么，你非跳不可，这我们叫非条件式跳跃，对不对？他说条件式就讲条件，对不对？非条件式是没有条件，对不对？无条件你要跳跃，好，那我来看看怎么做。来，第一个，这个就是有条件的跳跃 ，branch conditional branch， 而这个 BR 就是 branch， 啊 ，branch 的缩写。好，那这个指令呢，它的 OP code 是2000。然后呢，后面这三个变顺序不能变了，这顺序它电脑设计完了以后就是固定。变成11代表 N， 代表你计算的结果是小一点。好，哦，然后你计算的结果是小一点，那这个 N 就会被设为1。电脑自动会设吧？哦，自动会在那个 N P 自己那个扣的上面。自动会把那个自己的那个接的设为，那你写程式，你这边只要写一，就代表说你要测试看看那个 M B 的数字，只要是一就代表说跳，不是一就代表跳。所以你这边 N 只要写一，就代表你要检查那个 M B， 就是这个 M B， 这三个 M B 的跟这三个 B 的不一样。好，这三个 B 的是。电脑在执行运算的时候，假如运算的结果小一点，它就会设把这个 bit 设为一；然后假如等一点的话，这个会设为一；假如大一点，这个会设为一。所以哪一些指令它会设这三个 bit， 哪些指令不会设，等一下我们说。但是基本上都是结果，它做出来的结果，它是小一点，这个 bit 就会自动设为一；大一点，这个 bit 就会自动设为一。等一点，这个 bit 就会自动设置。然后这边这三个 bit 呢，是你程式设计师写的，所以你要哪一个条件成立，你才要跳。假如你要让 n bit 刚刚那个 n bit 是等于1，你就要跳，你这个 n 就要停。
假如你是 Z， 这个 Z 变，哦，你知道刚刚的那个算的值是零，那你这个变成就要跳跃，那你这个变成就要升。好，假如你要刚刚的算的值是大 A， 你就要跳跃，那你这个变成就升。OK 吗？那假如你是说，哎，我要不管前面算的东西是大一点还是小一点，还是等于零，我通通都要跳，那你要怎么？你这三个东西，对不对？你算算结果就这三个里面的一个，对不对？不是大一点，不小一点，是等于零，你还要算出来结果，这个不是这三种里面的一种，不可能。所以我三个都给它一，好，让它绝对违反。就变成是无条件失灵，了解吗？可以，啊，好，所以你只要这三个给他一，他就会无条件的消灵。然后你只要是前面的，让他算出来结果是小一点给他的票，那就这个地方一正。然后你是前面的结果是出来结果是零，你才要跳，那这边是零，这边是一。只要是正的，你才要跳，这边是零，这边是一。然后 OK， 所以这三个变是让你说，你是在什么情况之下你才要跳？好，这是程式设计师自己设的哦。那前面这三个变就是在记录前面出来的结果在正。不管你程式设计师要怎么跳，这三个 bit 不受影响，这三个 bit 是电脑里面内部记录算出来的结果。好，然后这三个 bit 是程式设计师说，哎，我要不要跳？什么情况发生了？我要不要跳？你以为这三个通通都是零？我通通不跳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就这三个通通受影响，那就不会跳。因为你没有说任何一个条件要跳啊，对不对？你这三个都是零啊，代表都不要跳啊。所以这三个通通都是零，代表通通都不要跳。好，那假如这三个都是一，就代表不管你算出来结果是什么，一定不要跳。能 OK 吗？好，那这个 PC offset 要假如条件成立了，要跳，跳到哪里去？跳到 PC offset 跟 PC。加起来，然后你把这个 P 小数组个变做发一点升级，跟你这个 PC 的组相加，相加的时候，它回到这边了，这边这个就是 multiplexer。那这个 multiplexer 的决定，要是你加出来的子列的这个位置放到 PC， 还是原来的？你看这边有一个原来的 PC 组哦，啊。不只是拉到这里，还拉到这里。那意思是怎么？假如这个条件不成立，你是不是不要跳？不要跳的话 ，PC 值就没有改变，对不对？就原来的 PC 值就改变。所以，假如你这个条件不成立哦，那我就这一个就被选择到这条，这个多工具就被选择这条路，对吧？所以 PC 的值就没有改变，从这边进去，然后从这边出来。所以 PC 的组重新被写一次，就在你这里面。好，那假如这个条件成立，这个送出来的值，它不是送零就送一啊。假如送零，就代表不成立，它就让分。假如送一，代表条件成立，比如你 n 就等于一，他说哦，那假如你那个 n 变的真的等于一，那就条件成立。好，那条件成立，那就会让。这个 multiplexer 就会从让这个输入，它就会变，所以 PC 的值就会被设成加出来的。好，那加出来结果下一个子列要直接的子列就是这个。好，比如说你这个 PC 原来是一码，然后你说条件成立，我要变成跳到两码。位置是200的这个值，直接的位置是200。那这一个加上这个 PC， 哦，比如说我这个 PC 设的是100，所以100再加上这个 PC，
一百，这边一百，加起来是两百。所以只要条件成立，两百就赚到。只要条件不成立，那这边是一百，你这边是一百，赚的赚的钱。OK 吗？哦，所以就不会跳，条件不成立，他就不会跳。他这个指令，下一个要追求一百，下一次真的就是追求一百，位置是一百。那只要你条件成立，那你说要跳跳到哪里？去执行那一个位置的指令两百啊，那我就会把两百放在那。所以你下次要执行的指令就是位置，那意思是跳到两百位置去执行。这样 OK 吗？哦，所以我们怎么样让程式做跳跃？基本上很简单，你把 PC 的值改掉。对，你的 PC， 你要让它跳到哪里，就改到哪里，它下一个指令自然就是直接在一个位置。好，所以我们就说跳到那一个地址，那一个位置去执行那个位置。这样 OK 哈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跳跃的动作。那这边这个电子电路设计很简单，你二连级二上，你很容易的就知道这个电子电路怎么设计，哦，非常非常简单。这个 N 是一 P， 是跟你这边这三个 B 的就是小 N 小 B 小 N， 就这个指令门那三个 B， 这三个 B 的跟这 N 是这三个 B 的跟这三个 B 的不一样。这三个 bit 是电脑里面记录，好，你执行出来的结果到底是打还是小数？那这三个 bit 是我程式设计师说，哎，我要打一个 bit 的条件成立，我要跳跃，对不对？所以可能我这边记得是100，好，然后你这边 n 是一 p， 你记得是001，那当然就不成立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这边 n 是一啊，但是你的小 n 是谁？那些也嘛，意思是说你不是要看 N bit， 你是要看 P bit， 对不对？因为001嘛，所以你要看 P 啊。那 P 是一，那我告诉我这个 P 是零，代表我刚刚计算出来的结果没有大一点，这条就好。所以一定这边要出来是一，一定要是你设定的这边是一，然后我这个 P 对应的这个 P 也是一，那这个就条就了。OK 吗？好，所以假如你设定的要跳跃的条件满足，这个地方就会显示一出来之后，它就会让这边计算的结果写到第一。那这个计算出来的结果就是你要跳到这个地方，它跳过去。所以这个地方你要自己去，你程式设计是自己要去算，算说这里啊我要放多少，那算出来的结果才会是你要跳出去，这是你要自己要算的。啊，那假如是高阶语言，你不用去算，很快的会帮你算，很快的。那编译器呢，它自动会帮你算。那假如你是写 GJ 语言，那你要自己算。假如你写某些 C 语言，好，好。这个我们叫 PR， 好，这个我们叫 PC Variable， 因为它是这个 Offset 是对 PC 相对于 PC 来讲，所以这个叫 PC Variable， 对，好，好，那我们再看看下一个，好，我们先把它介绍。第二个就是教，这个呢就是无条件跳，啊，无条件。那无条件跳跃怎么跳？就我不看那个 bit n z p 的 bit， 我不看。哦，但是你一定要跳好，然后这三个 bit 一定要留，这六个 bit 一定要留。啊，这三个六到七到八这三个 bit 是我们的背景的位置，也就是说你要跳的位置在哪里？在背景位置。啊，你要跳到哪里去？那个地方在哪里？放在 base 位置，所以就把 base 位置里面的资料抓出来，灌到 PC 里面。OK 吗？好，好，
所以这个指令很简单，意见不要比较。好，好，那这一个我们这个哦后面的章节我们再来。哦，这个基本上是作为系统的任务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个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个比较常见的例子。哦，假设我们要把十二个数项加，我本来想把这个例子改成只要三个数项加掉。啊，所以但是我想说，哎，这个去年上从前这样做，我们就这样。但是我等一下讲，这个做这个程式给各位看，我是把它，比如改成三个数项加，看看会反应。啊。来，我们来看看这个程式。这个程式呢，就是你可以把一堆数把它加起来，啊，然后和把和算出来。啊，好，那我们这一个呢，它这个例子是要把十二个数算出来。那这个数，这十二个数呢，原来已经放在哪里？原来放在啊3100的地方。换句话说，你看我们这个程式哦。我把这个程式放在3000开始，然后一直放到3000，这是程式哦，这是程式。然后呢，我们要加的这一个十二个数，我从3100开始，所以3100排在下面，对吧？啊，这个地址排在下面3100，因为我要把这一个，我去3100。啊，假设我们这边很简单，这边是3000，我还是放到3000。这里，啊，总共是不是十个指令？这十个指令我们放在3000到3000，放在这个地址。然后呢，3100。3100开始啊，比如说3100在这边，在那个点点点啊，3100开始，我们就放十二个数，你要加的那十二个数放在这里，所以从3010就放到我3100 B， 就放在三，这十二个 B 十二个位置里面我们放了十二个数，我们要加的那十二个数，好。那我们现在就说，哎，我怎么样把这十二个数合起来？好吗？我现在要算这十二个数的，比如说我这十二个数分别放的是1234，一直到12，实际位，啊，从一直放到十二。那我现在要算1+2+3+4+12，看看可以。好，那我们就整数就得算。那你一定会有疑问啊，哇，那这个我怎么样把这十二个数把它放在这个基底，对不对？假如你是写本新单元，这十二个数就要你要想到。假如你是写 C 加加，那你不用，你只要宣告一个阵列，啊，这个阵列是里面十二个元素，然后你在你的程式里面把这十二个元素像是多少一组。然后 compiler 自动会帮你，它会把这个十二个数放在适当的地方。哦，这个你就不用。所以我就说，你只要高阶语言啊，你到学到后来，你只要电脑怎么帮你算的，你也不知道。好，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这个各位同学上这个电脑里面练习？啊，你只要高阶语言上完了以后，啊，那你。其实跟其他的学院的同学完全一样，对不对？他不知道这个电脑标志有这个程式，你不知道他们也不知道，哦。但是你只要算完这个东西，你就知道哦，这一些你宣告的那一些什么阵列啊，或整数或实数，他也会自动帮你，他会给你放在
哦，你的城市管理完了以后放在酒店这里，然后你这一些资料，哦，他有没有放在某个关系的？然后说你的城市就可以去抓取这里面的资料，是吧？好，所有这一些指令哦，恐怕有自动化放在上面，只要你写一个高阶语言的程式，那这一些指令，这是指令的程式，它自动化放在上面。然后这资料放在哪里，它也会自动化出来。啊，所以恐怕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伟大的程式。啊，假如你对这个电脑有兴趣的话，所以你说以后我要立志于提升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个电脑工业，啊，他说我一定要去做 compiler， 我也可以，啊，因为台湾这方面很多，啊，写 compiler 啊，写这个OS 啊，写 database， 对不对？好，啊，像 Oracle 就是哦，那个工资都赚大钱了，对不对？那我每年就拿钱去拜托你卖给我，啊，就是赚了一大笔钱。你要讲，比如说，我立志以后要打败比尔盖茨，是不是？啊，以后我们不要买 Windows， 买你开发的这个作业系统，啊，那你会帮台湾赚很多钱。对，比尔盖茨就说，每天靠他这个作业系统啊，赚了很多钱啊。各位有人知不知道，他加州的那个住的地方就不得了了，啊，里面进去。就是我以前听他们讲说，你这那个家的水龙头是黄金做，哦，啊，你也贡献了很多，那个黄金里面的几千万分之一是你是我们的钱，对不对？跟他说那个版权，啊，你跟他买那个那个里面钱，所以他就把你的钱拿进来做那个水龙头，好，他的钱真的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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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的钱，哦。所以他现在好像都是排名全世界首富，对不对？好几年都是蝉联冠军，啊，他就是靠我们这些，所以他这个，你看他这个什么电脑在盗，在拍我这个盗版电脑，然后怎么样啊？他不在意，啊，只要你跟他买，因为你盗电脑盗的越多，电脑越多，主机越多，那每一台主机是不是一定要一套那个作业系统？好，所以他在意的是你作业系统有没有盗版，对不对？你那个电脑是盗版也没关系，哦，只要作业系统不要盗版，他就说了，哦，所以每一套就可以用，然后三不五十就来给你这个 upgrade， 啊，哦，给你提升一下。他提升一下，你要赶快再掏钱，对不对？那等到他又钱又少了一点，再 upgrade 一次，好，那你又要再给他一些钱，所以说 Vista 他就会出来，对不对？好，他觉得哎呦，我的回款都变少了，对不对？赶快 upgrade 一次，好，再收刮全球大家的口袋里面的钱，好，好，所以这一些都是属于系统管理，好，那系统管理在台湾是相当弱的。啊，包括 compiler 啊，啊，还有包括这个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， 就是 DB 的模式，啊，包括 OS， 啊，包括这个连我们的这个什么，这个 Word 啊，我们 Word 对不对？都有人用过 Word 那些，那都是他们开发的 ，Microsoft Office 有一大堆，啊，包括 Word 啊，包括 PowerPoint、PPT 对不对？那都是他们画的。好，好，那我们扯远了啊。好，所以呢，你就是这些程式呢，就 compiler 会帮你自动从高阶语言传给你。那假如你写的是 machine language， 那你要自己写。然后这资料怎么安排，你自己安排。所以 compiler 跟这个高阶语言跟低阶语言差别在这里。啊，低阶语言你自己都安排，自己安排。高阶语言就不用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程式的作用。它也是一样，把这个十个指令就放在这个机里，从位置300开始，好，我们就到300。然后呢，你要
交了那十二个资料，十二个数，就从3100画到3100。好，好，那我们来看看它怎么做。你就觉得哦，原来是这样的。好，那你一定要去 trace 它。好，你一定要去一个指令一个指令去看，看它，看看这东西人家到底怎么做。那你看久了以后，你就知道自己要。好，好，我们第一个看这个指令，3000，所以。PC 里面刚开始一样放的就是3，那所以呢，哦，你刷新 fetch 就把3000的这个指令从 memory 抓住，那刚开始3000它是不放，好，就放在第一个，所以当我一刷新 fetch 抓了，然后这边里面要再放3000。啊，然后这里面是什么东西？你刚开始先知道，显示值前的时候，它自然就会往这写，把东西写在这里。啊，好，所以你现在3000里面的，你说你读进来，那这里刷写出来一个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指令，就可以从 memory 原来在这里，就可以读通过 NVR 读到这里，然后 PC 就加一个，对不对？然后开始解码，开始解码，解码说，哎，这个指令到底要我们做什么事？那1110是做什么？对吧？好，一点在连接，好，连接，好，1110在连接，所以我们现在做，所以我们就把 PC offset 这个这九个变成。这几个变跟 PC 加起来，结果放到这个001这个这里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的 PC 现在是变成3001，哦，就是3001，它加起来3001，然后后面这一个零，然后12345678这个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你再把它做 extension， 所以就会补上7个0。所以我这边就是0000，对不对？这16个变成这个0000，啊，因为最后边最右边是8个1，就这里是 M， 这里是 M， 好，好，那我们就把它加起来，那加起来等于多少？这加起来等于多少 ？M 加上1等于多少？这个零，因为 M 是15嘛，再加上1等于16，对不对？他说的，你们注意到这个。啊，进，啊，进一 A 加上 F 就是零，进，哎，好，这边算一点。各位，我们为什么要算这一个？因为我们的资料放在算一点点，所以我就算的是一个算一点点资料的70位。好，好，那我算出算一点点以后，把它放到哪里去？放在零零零，对不对？就是 L 一 A 了。PC 加上 PC 角色，结果放到这个 register 里面去，所以我们的 R1 这时候呢，直接往里面就是3000。OK 吗？好，那这时候我们就执行下一个指令，再把 PC 移到跟我们一样，然后是3000，然后再把这个指令补出来，这个指令就是第二个，啊，就是第二个。那这个指令是0101，啊，0101，好，后面就不要抄了，好，好，所以呢，把这个指令3001的指令读进来放到它呀，然后 PC 要加一，所以 PC 变成3000，然后开始解码，看看0101要干嘛，
那零一零一，我们刚刚我们刚刚那个粉丝知道他做 end 的动作，对不对？他 end 的动作，然后这个 bit 是一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把连 R3 里面的内容跟16个 bit， 就这五个 bit 的叫做三类，跟这16个 bit 的做 end， 因为这个 bit 是一啊，所以这后面是零一零，不，啊，16个零跟 R3 里面内容做 end。出来结果还是16个零，来，然后把16个零的结果再放回去 R 三，所以就是把 R 三 clear 掉，好，也就是说 R 三就是两个零，16个零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做完这个指令以后呢，我们就需要做下一个指令，所以 PC 移到这个 MA 3002。然后 PG 的值加一，就变成3003。好，然后这时候我们就把3002里面的那个指令0101，又是0101，再用这个指令读到 IR 里面去，然后 PG 加一变成3003，然后去解码。哦，发现0101一样要做 end 的动作。然后这边是一啊一啊，有一点墨，只是这时候换成 R2， 刚刚是 R3， 现在是 R2， 对不对？所以把 R2 里面内容读出来，跟16个零做 end， 结果再换成 R2， 所以意思就是 R2 也变成零，也被 clear 清除掉。好，这时候再去执行下一个指令3003，你知道不？怎么样？就读3003。然后3003把它读进去，它就变成零。就这个指令。然后呢 ，BG 再加一，变成3004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看看这个要做什么事。这个就是加，对不对 ？ADD。好，那0001，然后看第五个 bit， 哦，这个 bit 是一，就代表这里是 immediate， 对不对 ？immediate 的 mode， 所以我们就要把 R2 里面的内容跟这一个值相加，结果就要放回 R2， 对不对？那 R2 现在里面的内容是不是零？对不对？那零跟后面这一个相加，这个是不是12？时间位的12，8+4。所以零再加上12，是不是还是12？12再把它放回 R2， 是不是 R2 也会变成12？对不对？12就是我们的 C， 我们把它写成16进位。啊 ，A、B、C， 那只要写成16进位就是12。来，各位看啊，我们为什么这边要放12？因为等一下加12个数，对不对？那所以我就先把这个 R2 里面放12，它每次加一，我就把这个 R2 减一，一直减到零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这个。对，所以我一直把 R2 一直减一哦，等到减成零，我那个 ZB 的时候就变成一。那我只要在这边，我只要说 branch， 假如 Z 等于两个 branch， A 那我就够了，12个指数够多，我就跳出了。OK 吗？好，我们继续做啊，就知道。好，现在3003，下面我们要做3004，所以3004送到这里来。抓3004的也抓取，3004的也抓取，准备抓一个0000。好，0000，那这里就是。这个指令，然后呢 ，PC 又被加一，就变成3000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0000是做什么事？0000是不是 branch？ 对不对 ？branch。好，那这个 branch 呢？0000，然后是010，这个是 A， 这个是 Z， 这个 P， 对不对？它就是说
假如这一个 z 是等于一的话，那我就跳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的 z 有没有等于？我们现在的 z 呢？这一前面我们是不是把十二放到 r？ 那所以我们前面算出来的结果就是十二。那十二是不是零？不是。那所以就是 z 变的就不会被受影响，就大 z。好，它不会被受影响。所以你现在说，假如 z 等于一，就跳。那现在 z 没有，所以就不会跳。它不会跳的话 ，BC 是不是还是放上面？执行完了以后，它还是三点零。好，啊，所以这个就做完，三点零四就做完，什么事都没发生。嗯，它这个条件不完，所以它没有跳。好，它没有跳就做完了，这个执行做完。做完了以后就做三点零五，所以再把三点零五做到这边来，然后把三点零五的指令是零一一零，我们这边零，放到派号就是，然后 PC 加一就变三点。然后开始解码，零一一零，零一一零是什么？好，我们看看，零一一零，好，你用查的是，对，零一一零，零一一零，啊。那零一零是干嘛？反正我设的跟这个 base list 的相交，得出地址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把它地址里面的 memory 地址里面的内容抓住，放到这个就是就是。好，那你知道了以后，所以它是 LDR， 对不对 ？LDR 动作，然后说这个三点五是对。对就是 LDR 的动作，所以 LDR 就把零零零抓出来，然后跟 R1 里面的内容相交。R1 现在是不是3100？3100再加上零，是不是就3100？然后就把3100里面的内容，3100里面的内容抓出来，是一嘛？对不对？抓出来放在哪里？这个多少？100是多少？这个 R4。所以 R 四这时候，放的就是第一个数，再算一点点的这个数。啊，假设往这里面放的是1234这种。啊，好，所以这个指令就做完。做完了以后，我就3006，啊，多3006的这个指令。那3006的这个指令呢，就是0001。对吧？然后 BC 加一，然后刚才看到0001就干嘛？在做加，对不对？做加，然后做加呢，看到第五个 bit 是零，哇塞！所以就是怎么样？把 R3 这种的跟 R4 里面的内容相加，结果放到五上。R3 的内容是不是零 ？R4 的内容是一。加上结果出来是一，对不对？然后一完了以后放到 R3， 所以说 R3 就对了。了解吗？好，那这时候这个指令是做完了，做完了以后我就做3007，所以一样，3007放到这边来，然后这边加一。然后3007的这个是0001啊，这个就是。好，那现在就解码，发现哦，这个 bit 是一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要把 R1 跟一相加 ，R1 里面的内容跟一相加，结果放到 R1 的内容是3100，跟一相加就变成3100，结果再放回 R1 和 R1。啊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
这个一就是下一个竖的位置。我们刚刚是三一点点，下一个是不是要抓三一点？哎，一样，我就这个都布置好，布局都布好，不对，下一个地址就在这里。好，所以这个九天就做完了，三天零七就做完了，我只把 R 一加一。好，这时候我再做下一个指令是三天零八。然后把三零零八的还是零零零一，对不对？零零零一放在这里面，然后 B 一加一三零零。好，那我现在看这三零零八这个我做什么？好，一样做标，这边是 B 的是一，所以还是 immediate mode， 所以把 R 2里面的内容跟这一个加起来，这个全部都是一，就是这个，对不对？刚才说把 R 2减一。结果还是放了 R， 那 R 二原来放的是12，先一减一就变成十，所以你看我加了一个数以后，就把这个当作一个 count， 从12这边变成十一，来，然后变成十一，然后我现在做0009这个，所以就把它抓到这个0009，对。然后呢，这个就变成0000，这个指令。然后这 B C 呢，好，变成3000，加。来，然后我现在指令是，这个是 French。各位看哦，这是一，什么叫一？强迫他要跳，对不对？不管你前面算的值是什么，一定要跳，跳到哪里？跳到 P C。加上这个后面这个数，那我现在 BG 是3000，哦，3000，那后面这个东西是多少？所以后面这个东西是011，然后后面这个就负这个多少？那11点啊，11是不是6？这是负一，哦，这个对吧？这个减掉。那 A 减六是多少？就是，因为 A 是十，所以我把这个3004，因为现在是无条件跳啊，所以3004灌到 PG 里面，来，我这时候 PG 就在这里。好，那我这3009这个怎么做？来，各位。你看，刚我过去3004，我下一个指令呢，是不是又指令3004？都是回来了。你看，这几个指令就这样去做，做十二次。然后每一次我都会把这个 R 一加一，所以它就下一个数，下一个数这样读出来，然后被我一直加，加出来结果我放在 R 三里面。R 二我每次减一 ，R 一每次加一。R3 就是和放在 R3， R4 就是我每次读出来那个数都放在 R4 里面，不要紧吗？哦，你知道你这么一回事就好，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，把这个事情解决，不要紧吗？好，休息一下。